welcome to church. 欢迎你们来到线上聚会。今天早上有你们在这里太好了，希望你们在过去两天也特别的享受阳光。我有今天我们有特别精彩的一个聚会预备好了，我们有这个十一奉献呢，还有圣餐，还有彼得牧师要继续他的系列给我们讲道，是上个礼拜开始的。我们来祷告，在我们集中思想的神面前，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还可以一起聚集，也许是在线上，但是在你的荣耀的名下，我们祷告这个聚会当中，你会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教导我们，让你的话语流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思想中，以主耶稣的名义祷告，阿们。预备好了，第一首歌我们今天早上来唱的就是看见光。是的，我们后面有我的背后有一些灯光背景。预备好你自己，集中你的思想在神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光，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听见乐队的演唱。All of this for your glory.
here moving in our midst. He's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wherever this place may be. He's a way maker. Let's sing. You are here moving in our mids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moving in our mids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way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ing,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You are waymaker, miracle worker, promise king,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You are here. Touching every heart,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Stop working. You never stop working.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的名是在所有的沮丧之上，在所有的孤独之上，在所有的疾病之上，我们说阿们，阿们。还有他在每一个名之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把所有的尊荣归给他，赞美归给他，我们来敬拜他，没有其他，是吧 Les？ 是的，绝对的，他是王中之王，主中之主。好的，我们欢迎你在这个聚会当中，在今天预备好你自己，预备好你。我们一会儿要来讲到，要讲这个三位一体的第二个部分，之后还有更多的系列。我不知道在下个星期我是不是会，但是也许我会。我们要进入其中，在这个深入这个教导当中，然后我们可以被高举，在那里呢，神会使用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在他的名中，帮助人们从黑暗中，从仇敌那里被解救出来，被神所教导，在他们生命上、生命中，不要魔鬼，我们不要魔鬼在他们的耳中去说话，或者说喊叫。我不要魔鬼在我们所有的事上有任何份，因为我们跟这个名靠近。我们真的是开始了这个系列，星期天的时候，星期三呢我也讲了一点点，但是你这个礼拜会更深的去深挖神的话语，从这个袋子里再多拿出一些宝贝来。我告诉你吧，我诚实的告诉你，我以为我会讲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组成部分，圣父、圣子、圣灵，一个存在三个位格，但是我还没有机会进入里面，我只是在盖一个基础，再给你们一个基础。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呢，我会再多的建立这个基础，下个礼拜会更多关于到神的精华的部分，神是谁。
我不会再说太多了，不然的话我就剧透了，让我们去等会儿再听。那大家非常高兴你来加入我们，我们有一些非常好听的新歌，今年还有另外一首新歌，都是关于什么？我们是的，我们在唱这个刚才唱的《道路开创者》。我还有一首新歌，就是我的脚在磐石之上，这是教师最喜欢的歌。我们也非常的就是期待这首歌。一会儿我们再去听，我们会很快会进入这首新歌，告诉你一些启示。我们知道，当我们唱这些歌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只是嘴巴里面说说这些词而已，要知道这里面包含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可以来去靠着信心去唱，去高举神，去敬拜神，在这些真理里面。那牧师你总是说这些歌曲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是想要去介绍一下这首歌，知道去我们带领大家就是去唱的时候就知道去唱的是什么，如何去宣告，如何去祷告，如何去敬拜。你讲到上下文，很多的歌词呢，我们唱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需要一些简介的，需要一些的解释。我们要唱这首歌词，这歌词是什么意思？这些词语，这些话语。那其中呢，这个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乐队的叫做敬拜的领袖，敬拜领袖，他是需要来做这些事情。他就是告诉我们上下文，我们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唱是什么意义。那我在相信神会供应给我们一个敬拜的领袖，他可以真的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来担当起这个责任，这个职位。我想你们大家来相信，也许在这个地方会有人被训练起来，或者别人从别的地方进来成为敬拜领袖，我们需要这个人来去带领敬拜，我们可以真正的来在灵里面来敬拜神，来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来敬拜神。是的，是的。你准备好我们可以来，你觉得我们准备好了可以来收取十一奉献了吗？一会儿我们会来去吃圣餐，你也会给我们分享圣餐的信息。那再一次我们来收取十一奉献，你一起来给予神。有一段我最喜欢的经文，Craig 经常会读，我们也经常会听见，需要也听见，就是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你们很多人都可以背了，我们再来读一遍，来更新我们自己。这里面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予神。我们几个星期前都说了，我们给予是为了来尊荣神，来敬拜神。所以你可以用 Tithely 这个 APP 来交取，也可以去用转账的方式来交取，甚至是自己送到教会的办公室来，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我们非常的感谢你的信实。这里是讲到我们如何来尊荣神，如何来赞美敬拜神。神给我们这些应许，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你家就是我家，这里就是指你接受你属灵粮食的家，你从那里接受神的教导，神的话语，以试试我，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那他说以此试试我，这是唯一一段在这里神来给我们一个挑战，给我们一个命令，要去试试他。他说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不知道你，但是我要这样的祝福，我要这样的应许倾倒在我生命中，然后我不只是我自己受祝福，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可以在一个位置可以来去分享真理，在我的 方式中，所以神就可以通过我跟不同的人做见证。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给予，所以整个家都可以有粮，大家可以吃饱，我们可以以此来知道彼此的建造，来认识真理。
在这个神在给我们带领所上的旅程上，我们来感谢神。当我们今天来交取十一奉献的时候，有这样的焦点，主啊，求你真的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十一奉献来交取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所有的荣耀归给你，主的尊荣归给你。我们感谢你这个礼拜的供应，你为我们供应。你是非常伟大的美妙的父神，你给我们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根据你自己的丰盛和荣耀，不管是情感上是灵里面还是物质上，你全部给我们供应了。感谢神，感谢主，你的祝福从我们的给予当中出来，人们会就此被改变，通过福音的大能，通过你的大能，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谢谢神，感谢神， Amen, 谢谢牧师，阿们。是的，神给你的祝福就在路上，就在路上，哈利路亚。这个礼拜，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有一些这个更新的新闻，我们真的是在相信，很快就会打开。教会很快会打开，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礼拜这个月我们想要教会是活生生的回来，我已经受够了。牧师，我不知道你，我想要真的活人在我面前，我要看见他们的脸。也许不是这个月，但是是下个月，我们会祷告这个月就能打开，时候到了，要回来一起聚会了，来一起的交通。当然我们可以有间隔的安全距离，有时候要戴口罩啊，也许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些对的事情，但是我们想要回来在主的家中一起来交通，打开神的话语，我们想要回来像之前那样甚至是更坚强，更加的强壮，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要现在这个一会儿要来进入圣餐，牧师你要不要去重新带上你的吉他？这首歌我们要来进入之后就会吃圣餐。我爱这些话语，这些歌词，让我们来去默想其中一段，就是一位奴隶做奴隶的王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他做奴隶，他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羞耻都交换成了公义。我们被完全的被他拥抱住。主啊，我们来到这个圣餐的时刻，就是你所命令我们要进入的。是的，抓住你的怀抱，主啊，抓住你的，投入你的怀抱。我们整个的人来敬拜你，在灵和真理里面，在这个时刻，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来尊荣你的名。是的，以主耶稣的名，我们这样做，让我们来去敬拜。主耶稣的名义，阿们。Caught up in grace like an avalanche.
Amen， 在我们心中燃烧这个真理，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大能，你愿意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的地步。想一想，默想一下，教会，这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朋友，他在我们的地步为我们而死，他代替我们为我们而死，是完成了的工作。在这最后的一个呼吸当中，他交了自己的灵魂，死了，为我们而死。这首歌里面有非常美妙的歌词，在第一节，第一段第一节，他说：“美妙的神啊，放下你的尊荣，你用爱来触摸我们，告诉我们生命，高举我们从黑暗中，把我们带到光明当中。多么美妙的一位救主！”继续说，这是一位王，却做了奴隶，他是王，我们曾经是奴隶，对死亡，对罪，对永恒来说，我们都是奴隶。但是我们的神有一个是的，我们本来的命定是在地狱当中，但是这位王他却选择做了奴隶，用他的公义来交换，为我们而交换。主啊，祝福祝福他。是的，我看到我自己重新的下跪，这是我们要如此的去过活，在谦卑当中用我们的膝盖，主啊，才来去尊荣，来去赞美这位神。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在圣餐的时刻，我们坐在你的桌前纪念这些事，我们刚刚讲过的，讲到耶稣基督的埋葬，他的死亡埋葬复活，他因为他曾经这样，我们可以有生命，在他的里面，我们面前有这个杯和饼，每一周我们都这样做。这个饼就代表了，象征了基督的身体，本来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罪的，被鞭打，受鞭伤，为我们的缘故。我们有这杯，这个红色的液体，它象征着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洒出的。因为这个宝血，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被恢复，和神的关系也重新被恢复。多么伟大的一位神，一位救主，圣灵，三位一体。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就知道说，这三位一体的神，他在我们的救恩中有份，为我们而死。他是神的羔羊，是为我们摆上的。通过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和神一起。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我们来敬拜这位神，来敬拜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尊荣都归给他。以主耶稣的名义，我们祷告，感谢神。主，我们如此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同在，因为你的爱，它是如此的遥不可及，却是它却来触摸到我们。你是变成这个无罪的羔羊赎罪祭，你进入永恒，你出了永恒，进入到我们的世界，来为我们成为光，成为我们的替代，代罪的羔羊，在我们的地步为我们死。主啊，为整个人类，我们来庆祝，来敬拜。在三天之后，你从死里复活，通过圣灵的大能，你是活着的，永远的活着。因为他活着，我们也同样活着。是的，哈利路亚！多么伟大的一位神！以主耶稣的名，我们来吃和喝，来庆祝，一起的来庆祝神所做的伟大的牺牲。美妙的神放下他的尊荣为我们的缘故，多么美妙的一位神。来预备好你自己，我们的牧师要为我们讲道，彼得牧师为我们讲道。我相信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二篇，就是神是谁。把你的笔记本拿好，把你的笔拿好，预备好你的心，你的思想，来，是的，来听见神要对我们的心做见证，要说的话。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以主耶稣的名义祷告，阿们。谢谢 Les。
我们在这里来进入，再次进入神的话语。在这个星期天，我们要更深挖神的话，打开神的话语。它是我们灵魂的食物，是我们灵的属灵的食物。我们来祷告，神会给我们极大的启示。今天你跟我在一起吗？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然后打开这段这个上个礼拜我做的不对，顺序错了。今天我们来先读一段经文。我们上个礼拜有读到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三、十四节，我们来打到屏幕上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再用祷告打开。他说，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这是关键。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桌前，再一次在这个星期天，我们爱这个时间，爱来到你的桌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圣灵，求你教导我们，指导我们，启示我们，是今天要被启示出来的真理。主啊，教导我们更多关于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的精华，你的本质。主啊，你的心在你的里面深处是什么？你是什么组成的？你是谁？主啊，今天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们的用你的宝血，用耶稣的宝血来覆盖我们自己的思想，三层的覆盖，没有任何的阻碍。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要听见你的话语中所蕴含的真理。当我们打开，我们这样做，以主耶稣的奇妙伟大的圣名来祷告。每个人说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上个礼拜是第一个系列的第一篇，这个礼拜是第二天，第二篇同样的一个题目，就是在屏幕上，神是谁？神是谁？那我给你建造一个深刻的基础，就像我之前分享的那样，我给你一个深刻的基础。上个礼拜、这个礼拜，然后呢，还有下面的礼拜当中，我们会再深挖、再深、更深刻一些。那我带出了上个礼拜带出神的一些名字，你还记得吗？有一个短短的视频，我今天也会再给你们放一下另外一个视频。那上个礼拜这个女士她唱得非常的美妙，就是关于神的名字，非常美妙的视频。 Yes and Amen。 当我们唱这些神的名字的时候，带着灵去敬拜的时候，这个真的对你里面产生一些果效。我希望你们真的进入这里面，每一个星期都更深的进入神的知识。当我们深挖经文，我们在敬拜的在服侍的是怎样的神？再次我们说阿们。你知道神的名字，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我们之前说过，是关于神是谁，神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是的。人们用在全世界用这样的名字，是的。那当然是希伯来人先用这些名字，然后是外邦人，就是我们。我们会说耶和华 Jara 耶和华，甚至是在五旬节教会啊、灵恩派教会啊、主流教会的当中，他们也会唱耶和华 Jara 这样的名字。全世界也是，是以色列人给我们这个名字，是在经文中给我们的。我们一会儿要去读，它是什么？这些名字就是指向神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是跟我们和他的关系有关的。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我在跟基督徒说话，这是一个外在东西。对我们来说，神的名字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我的神对我来说是什么呢？他是主人，
他是我的供应者，他是我的供应者，他是我的旗帜，他是我的牧羊人，他是我的医治者，他是我的平安。这是他对我们来说的意义，他是什么？对，但是你知道他的名，他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因为他做的，因为他为我们做的，他为我们做的事，所以他有这些名字。你知道这些名字，他不只是一些词语而已，他不只是词语，他们也不只是名字而已，他真的是形容了、描述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来说吧，这些名字，这些名字是从关系当中来形成的，神和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们是结合在一起，是合而为一的，联合在一起的。因为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和我们的主是合一的，因为耶稣的宝血。一，神的同在如何在我的灵中，在你的灵中。如果你是基督徒，神就住在你的里面，神住在我的里面。经文中有一段，我一会儿来说，是讲到关于这点，神的同在在我的灵里面，在你的灵里面。哇，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要去理解，这是正常的吗？是可能的吗？这是一个奥秘，真的是，真的是一个奥秘。它使得我和你会在我的灵里面完全毫无黑暗，在你的灵里面没有任何的地狱，在你的灵里面，在你属灵的人里面，是的，只有神的光，只有神的光。我是谁？和神合一，事实上和这位神，这一位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父神，他是子，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一个同在，一位神，三个位格，三个个体都住在我们的里面，在基督徒的里面。如果你有耶稣，你有父神，耶稣是子，圣子，你有圣子，神的圣子，你有神的圣灵，都住在你的里面。这个约翰福音14:23打到屏幕上，我们来读。耶稣回答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这是耶稣说的，当他在地球上，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我爱这个我们，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他和你和我，男的女的，和我们同住。是的，我们，我爱这个我们。他来到你的面前，圣父、圣子、圣灵会来到你的面前，我的面前，当你忏悔你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和救主，这个我们就来到，三位一体的神就来到你的里面，和你同住，和你的属灵的人同住。阿们，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就认识神，作为救主，作为父，作为我们的主人，我们的牧羊人。如果你在敬拜耶稣，你在敬拜父，你在敬拜父，你就在敬拜耶稣。如果你在敬拜耶稣，你就在敬拜圣灵。你不能够把他们分开，你要去把三位一体的神都放在里面，他们是一起的。是的。你知道神的名字是从我们和神的关系中形成的，是十字架上所给我们的这个约，通过这个血所立的约，我们就会有这些名字来去敬拜神，靠着这些名来敬拜神。哈利路亚，
我想要再次的放一个短的视频，像上个礼拜一样的，差不多的，把这些神的名字，从音乐中，从这个，从这些旋律中来带出来，它来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对神的敬拜当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现在来放这个视频，然后我们再等会儿再讲。哇，哈利路亚！我非常爱。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也是一样的。我希望你们也喜爱。当我们进入，当我们再次回到教会来聚会的时候，我祷告会有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敬拜，会把神的名字带进来。是的，我会要讲更多。当我们就是会讲到更多神是谁，非常重要。那在这些神的名字当中呢？神的名字当中，如果我们去学习这些神的名字，它可以开始去显示启示神是谁。当我们学习这些名字的时候，那我也没有在拒绝，我不是在拒绝说关于神他是谁是一个奥秘。
非常的有时候非常难以理解。当我们寻求去更多知道神，我告诉你，圣灵会带来更多他自己，把他自己的知识带到我们的面前，带给我们这些启示，他是谁。不只是说他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去研究他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他是谁，这是我们所做的。有时候很难，有时候让你的这个脑子没有办法，作为人类的头脑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所有的启示。神他总是在的，自有拥有，没有，他不是受造的，没有被创造出来，从来没有开始。这整个就是让你的理性没有办法去理解。他是全知的，知识的，这也让我的理性无法理解。他知道所有的历史，完全的知道所有的事，他知道现在所有的事，他也知道未来所有的事，同时的都知道。这是我的神，这是你的神，这是我们所侍奉服侍的神，所敬拜的这位神。是的，也许我们不是很明白这个宇宙的奥秘，这些星球的奥秘，但是我们知道谁创造了这些，我们知道我们看见的一切是谁所造的，我们知道。关于真理，有一句名言，这个礼拜我有读到，也许你的头脑要冷静才能理解就是你试图去理解就好了。他说，有的时候一个奥秘，奥秘在经文中的奥秘，是以前被隐藏的真理，现在是通过神性被启示。我们说的是新约的时代，但是里面有一个元素是超自然的，它还是一个奥秘，是不可以知道的。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启示也许会来，光照也许会来，但是却是部分的，不是全部的、完全的。就像三位一体的真理一样，你只知道一部分，你不可能完全的去理解，百分之百的理解。但是我知道，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启示关于三位一体的启示会出来更多，被带出来更多、更深刻。我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欣慰，我们可以知道神是谁。阿们，阿们。另外一段经文，会来支持这些观点，就是马可福音的四章十一节，他说，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话，耶稣说，我先把它放到屏幕上。关于这个事迹，耶稣刚刚跟他们讲了一个天国的奥秘，关于天国的奥秘，所以这些人就可以更好的理解关于天堂的事情，关于神还有天堂的事情。那在之后，耶稣就跟他们说，神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这是对耶稣对他的门徒在说话。若是对外人讲，要是在神的国以外的人呢，凡事就用比喻。有的时候作为一个新基督徒，比喻说得更清楚，那之后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真的进到关于圣灵的真理的事里面。有时候你只知道一部分，你不知道很多，之后会启示给你更多奥秘，会更多的告诉你开始展开，圣灵开始来教导我们。当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希望你也是这样子的，经历这个过程。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属灵的真理，圣灵会来教导，会来启示，会来带领。当我们寻求真理，寻求他的公义，当我们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阿们。Amen. 你知道，
有一个例子，就是来理解救恩的奥秘，关于救恩的奥秘。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奥秘。我记得当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的天哪，如果有奥秘的话，我知道它是奥秘，但是我知道耶稣是道路，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奥秘。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奥秘就开始被展开，圣灵就开始来教导我。那救恩的奥秘就是我们是神的孩子之一，我们如何在这些事上可以长进呢？开始被教导，就像我说的，那开始我们就是有得到更多的解释。那我们如何来去展开神的国的奥秘呢？那我们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刻来讲这个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他开始打开天国的奥秘，关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教导当中，我想你们去寻找这点，这个道路，这个展开的道路，关于神是谁这个奥秘。在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不会再放，就是约翰福音14章23节，就是他来与我们同住，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他同住。这是我刚刚得救时候的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对我来说。当我在主里成长的时候，在神的事情上、教导上成长的时候，在神的就是圣经的知识上成长的时候，在神给教会的事情上成长的时候，当我自己去学习，背后是圣灵，他是真正的老师，他在教导我更多的关于这个奥秘，更多的被启示出来。所以我为你们祷告，这些也会对你来说是被启示出来的。阿们，阿们，阿们。我再说，要开始理解谁，神是谁。让我们再打到屏幕上这个题目，神是谁。我们的方向就是这个，我们要来去了解这个奥秘，神是谁。我们不要它完全是奥秘，我们要学习一点点，然后可以有一点点的把握，有一点点的知道。是的，他的本质，是的，他的本质，神的本质，他是谁，是一个意思。当我讲到神的本质，就是神是谁。是的，我们可以从神的名字里面去了解，来打开这个奥秘。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去研究神是谁，是从神是什么开始。作为基督徒，那这个名字为什么神会有这些名字？如果明白这些名字的含义，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些名字的含义，他会告诉你一些关于神的性情，然后你就会了解一些关于神是谁。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来讲神的名字呢？当我们带出神的名字来的时候，他就带出来神的品格，他的性情，神是谁。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了，两段经文，在出埃及记15章26节，我们打到屏幕上。出埃及记15章26节。Now, this is talking about Jehovah. 这是讲到这个耶和华亚威。你可以用耶和华，你也可以去用翻译的这个词，就是主耶和华。还有 Rahalph， 耶和华 Rahalph， 就是说他是医治者，是从这个经文中来的。还有其他的经文也说同样的，也是提到同样的名字。出埃及记15章26节说，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就是神让我们做的事，让我们不要做的事遵守。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换句话说，我就不会允许这些疾病来到你面前，来到你身上。
这是主在说话，这是关键的词语，我要带出来，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看见吗？主说了他的话，他说他的名字，提到他自己的名字是医治者。经文中提到这个名，神说他是谁，关于是说他是什么，然后他说出他是谁，他是医治者，这是他的一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呢，在出埃及记31:13，我没打到屏幕上，他再次说耶和华亚威Makadesh， 这是另外一个希伯来的名字。我们来读，我们说到神，他是洁净者，他是让我们成圣的。再次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这里又说，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神在这里对他的子民说话，他说，我是主耶和华，会来叫你们成为圣的。如果你进入我跟你之间的约当中，我会来叫你成圣。他在今天跟我们说同样的话，他说，我的子民们，全世界神的子民，因为我们的全世界的人都是他所爱的，如果人们来仰望他，来忏悔他们的罪，让耶稣的宝血来触摸他们的罪，神会让他们洁净，让他们成为圣的，把他们变成洁净的。我们说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名当中在说他是那位 让你成圣的。神在说，就是这样子，神说就成就。我就信靠这些经文，我信靠神的话。神说过，这些经文都是他说过的。他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我是耶和华来让你成圣的。哈利路亚。神说过，我知道你当然要符合条件。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有一个条件，就是耶稣的宝血必须要来触碰你的罪，你必须要把你的罪放在耶稣的宝血之下，通过忏悔。这就是真理，任他做你的主和救主就可以，你就成圣了。是的，神说过了，对我来说就够了，对天堂来说就足够了，对地狱来说也足够了。地狱对你的事也没有份，也没有说法，它是让你和地狱完全切断了。我非常的爱这段，神说话就成就。是的，对于受造物来说，神说话就成就。我爱这点，这个世界怎么会存在的，所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宇宙中美善的，因为神说话就成就，神说话月亮就成就，地球就成就，太阳就成就，宇宙就成就。我知道，我知道他现在是有问题的，但是他的等候神回来，本来是完美的，然后人就搞乱了，人的原罪把这些搞乱了，但是神会回来去清洁这一切的乱糟糟的东西。那我现在讲到好几段经文，我们在学习这个题目的当中，因为我们在上几个礼拜当中都是在教导的模式当中，我们来教导这些真理，所以你会在这些真理当中会被高举。那我们再来看诗篇138:2，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诗篇的作者说，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是圣灵启示他写下这些话的。也许在旧约当中，但是新约也有蕴含这些真理，过于你所应许的。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哇哦，过于你所应许的，或超
或做超乎你的名声。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啊，你高举你自己的话语，甚至超过你自己的名声。你要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神的名义，神的名声，是的，神的名字，耶和华亚威，无论你叫他什么，耶和华亚威，耶和华主神，不管你要用哪个词，这是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他把他的话语高举到一个地步，甚至超出他的名声。你要明白，他的名字有这个名声，有名誉，有声望，有权柄。第一个，他的名字代表了权柄；第二个，代表他的名声。当他说他的话语超过他的名声，超越他的权柄，超越他的名誉，就是说他是合一的，他是绝对的。不管神说过什么，神的权柄、神的名誉、声望都在之后，然后是完全不会失败的，这是他的意思。如果神说，就会成就。以赛亚书55:11，很快我们再来读。我读过好多好多次这段经文，因为这是神会做的，在他的话语之上。我口所发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如果他给你一个话，如果在圣经当中神启示你一段话、一句话，紧紧的抓住，因为神的话语里面有大有能力。如果神对你的事说话，他要去应用在你的生命中，你要在这些话之后支持他，因为神的权柄在这个话之后，他的声誉在他的名望在这话之后，他的大能在这话之后，因为他要成就他所说过的话。阿们，他是绝对的，我爱这个，他的话是绝对的。当我们明白之后，当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之后的权柄，哇哦，之后你知道神的大能会来去支持他。关于他说过的话，我想我没有时间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人告诉我讲了多久了？25分钟。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我们才讲一半而已。但是，也许我可能现在就要结束了，因为我只讲了一半。今天关于今天要讲的内容，那这是对福音的传道人来说是很正常的，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只是刚刚开头。那关于神的话语，我在这个教会以前提过一次两次，不是很多次，但是在一个新加坡的这个特会当中呢，大卫牧师跟我在一起，我们在这个一个礼拜在做一个讲座，做一个教程，有几个牧师传道人在那里，我是当时的一个讲员之一，被邀请的讲员之一。在这个特会结束之后，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特会当中，又是另外一个星期，只有大卫牧师和我在一起，还有其他几个人。我们在这个特会当中是另外一个特会，后来在这个特会的新加坡的这个几年之前了，我记不得了，可能5-6年之前吧，在这个第二个特会当中，一半的时候，也许5年前吧，我记不清了，我在灵里面，在这个特会的当中，我记不得我是在讲道啊，还是我坐下来听，我记不得了。但是我看见神的荣耀的云到这个房间里面，我们都在敬拜神，我们都在教导，被教导关于圣灵的事情。我看见神的荣耀的云下来，在这个房间的里面，看上去像金子一样，像在墙上的金子在这个房顶上，我看见神的荣耀的云在那里，我就想说，哇哦，我就可以说
给这些人我看见的这些，给他们一些解释，给他们一些知识，神放在我的心里面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些那非常的鼓舞人心。但是这不是结束哦，当我回来的时候，在这个特会结束之后回家，我不知道怎么了，但是神在我的心中有一个负担，有一个负担他放在我的思想中，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经历，我非常的感激神给我这个经历。你喜欢这样的经历吗？在这个敬拜当中，你就看到这个天堂，关于天堂，天堂呢就天空也叫天堂，宇宙太空也叫天堂，那还有神住的天堂本身。那有时候我们进入敬拜当中，我们就想要来敬拜神，在我们所有的知识上，就是对他的知识上，我们想要更多的知道神，关于神的知识，更多的进入敬拜。那我真的是受到鼓舞，在这些事上我就开始来了解神，更多了解他。在这个知识当中，有时候我们所有的经验，我们在合一的敬拜聚会当中，神就会命令他的祝福出去，就浇灌倾倒下他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有时候是非常高的层面上。我想没有结束，神会很做很多很多很多次，很多次会从乐队唱歌这个演奏中出来，有时候就是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发生。但是不管怎么样，回家了，我记不得是一天还是两天，就是很快回家之后，很快在早上很早，也许是白天，也许是早上的凌晨的五六点钟吧，神给我一个意象啊，他给我一个意象，关于神的荣耀的云，就好像是我在新加坡看见的那个荣耀的云，他把我带到他的荣耀的云里面，就是他的荣耀，他的同在，就像是阿苏萨街大复兴的时候那样。那当时神的荣耀的云在美国的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1900几年的时候，当时全世界的复兴，有个大的复兴发生，那人们到这个地方，有时候到这个地方就进入神的荣耀的云，他们看不见神的这个云，荣耀的云真的非常的厚重，他们看不见，他们伸手不见五指，这样厚重，有太多的神迹奇是有太多的这个神的作为在其中。我读过，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读过这个关于这个事情。神就启示我在这个他的荣耀的同在的云当中，那不是说是一个像浓烟浓云的这样的房间，像这个密云的是像雨一样的那个云，那种云，这是灵里面的，他就是把我带进他的荣耀当中，神的同在当中，他就真的充满了非常大的一片地方，我就进入了，在灵里面进入这个云当中，神把我带进这个意象当中，我还在床上呢，我没有离开我的床，但是神把我带进这个荣耀的云当中，就像保罗说的那样，就是说离开身体还是没离开身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在床上，我也知道神把我在灵里面带到这个地方去了，到他的荣耀的云中去了。最最最最让人惊艳的事情就是他给我启示的，我看见在这个神的荣耀的云当中，我没有办法给你解释，太难了，也许下一次在几年之后神会给我一个比喻，我给我一个比喻来解释给你，我可以看见，这是我来到的地方，我看见神口中所发出的以前发出的话语，在这个他的荣耀的云中，在这样的云当中，在他的同在当中，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说过的从开始的时候，起初的时候，然后到后来，每一句话他说过的，今天他说过的话，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
他在未来要将要说的事，你说牧师我听不懂了，那是神启示给我的，就是这样啊，我知道这是真的，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关于未来的，在未来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关于永恒的，在永恒中说的都在他的荣耀的这个云当中。我说哇哦，主啊，当他显示给我他的这个荣耀的云在地上，你们中也很多人也学习过教会的历史，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有的时候他的荣耀的云来到一些地方，他的同在在那里，在以色列的子民当中，就是像以色列人看见的那个云柱，白天看见的云柱，晚上看见的火柱那样，这是他的荣耀的一部分。但是他告诉我给我看的这个荣耀呢，里面装满了神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神住在永恒当中，我们是受限制的那一位，被时间限制，神是不被时间限制的，他是永恒同在的，神有所有的答案，所有的答案，他知道未来过去现在完全的知道，他也知道未来完全的知道，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神是头是主，这个新冠疫情神知道他会来到，他知道新冠疫情会爆发，他也知道如何去处理，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有很多很多的奥秘会被解释出来，有些会被解释，有些不会，但是我们的神他的话语是绝对的，他说过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成就，耶稣基督他要为他的教会回来，为那些在灵里面真理里面敬拜他的人回来，他要回来，他要回来，来把我们被提，把被提这件事做成，把我们提到天堂去，他会在天堂有一个羔羊的婚宴，他的话语中这样说的，他会去成就出来，他会做，会在地上会有七年的大灾难，有些人以为说这个新冠疫情就是七年灾难的开始了，当然不是的，我告诉你只是发生了一件事而已，也许有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有第三次，最好不要有，但是会有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会有这个瘟疫发生，圣经中讲过这些事都会发生的，我们在他的手中是完全安全平安的，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的这位，他来责备我们。我跟 Christopher 牧师上昨天晚上还有聊天讲到这个牧师们的见证呢，他说我有更多的启示，当我更多学习开始教导的时候不只是牧师们传道人们被教导，还需要去纠正他们，要去责备他们，在爱中责备他们，他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深刻的程度。我说是的，因为我们都会做错事啊，当我们说纠正和责备，有时候就是要去就是暴露一些错误的东西，当我们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我现在要结束了，我只讲到一半，我们还没有去讲到我要讲的关键的点，但是我们非常的享受，不是吗？我们进入神的话语当中，开始更多的知道神是谁，他是什么，他的话语是绝对的，是确定的，是值得信靠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不知道的，是他不了解的，没有。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我要你和他一起，不是在外面，而是在里面，在他的营中，他住在你的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在你的里面住着，神的大能在你的里面住着，我们需要信心来去把神的大能释放出来。几个星期之前我们讲过，用他的宝血来覆盖你自己，神的话语在这个神的云中，他说话通过耶稣的宝血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要讲，但是我现在必须要结束了。我感觉到我好像抢夺了你，我要讲得更深更多的，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次再讲更多更深。是的，你们准备好预备好自己，我们要继续这个系列。Steve牧师星期三晚上会来讲道，他会来继续的讲到关于这个主题，关于这个教导，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祷告神放在他的心上来去更多的讲细节性的东西。今天所教导的真理讲了很多，他会更多的来去详细的讲，从不同的角度。星期三晚上七点预备好你自己，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是的，我们会来去这个他会来去扩展今天晚上所讲的相信神的恩膏在他的身上，他会去消灭一切的灰暗，让神对你的心说话，你也变成一个像海绵一样去吸收这些启示，就是你就会被神光照，被神的启示所光照。哈利路亚，你和我同在吗？哈利路亚，赞美神。是的，我不想要停下来，但是我必须要停下来了，因为我感觉到我没有办法讲到我要讲的重点，我只能祷告，只能现在停下来祷告。我们来祷告，预备好下一次星期三再来接受神的教导。希望你们这个礼拜过得好，也被今天的信息鼓舞。神在你的那边，他是为着你的帮助你的。是的，他和你同住。和我们，他指的我们，他指的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和你同住，哈利路亚。一位神，三个位格，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今天的话语。主啊，我们可以只能够讲到一点点关于你的真理，这个从你的宝座上流下来的这条河，你的启示。在我们的面前，他来让我们的里面被激励起来，我们的真正的人，我们的里面的活人来去站在所有敌对我们的面前。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神是帮助我的，我的神是在我这边的，我的神会告诉我，启示我道路在哪里，方向在哪里，任何阻挡我的都不能够成就。主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鼓励和这个启示，你会来加增你的启示，会带来光在这个曾经是黑暗的屋子里面，那些黑暗来清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主啊，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就像你说过的那样，在你的话语中，你会成就。当我们寻求你的真理、你的旨意、你的道路，主啊，跟我们同在这个礼拜。当我们高举你的名，不管是早上晚上，我们用你的名来祷告，不管是早上和晚上，主啊，我们用你的宝血来覆盖我们自己，这是你所给我们的约，在我们身上的。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的信心要被激励起来。是的，激励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用耶稣基督奇妙伟大的圣名来祷告。所有神的子民就说阿们阿们阿们。神祝福你们，不要忘记星期三晚上还有下个礼拜天我会继续这个主题希望我能够讲到下面一半。希望你们这个礼拜过得精彩，受到祝福，也去分享耶稣的圣名还有他的血跟你认识的人。下次再见，拜拜。Shelter, I was an orphan. Now you call me a citizen of heaven. When I was broken, you were my healing. Now your love is the air that I'm breathing. I have a future, my eyes are open. 'Cause when you call my name, I ran out of that grave, out of the darkness into your glorious day. You called my name and I ran out of that grave, out of the darkness into your glorious day.